定了，各位乡亲，各位嘉宾，亲爱的各位义工老师、家长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朱立业。今天是个好日子，在金碧辉煌的千禧宴会厅，高朋满座，闽南乡亲们和寻根乡邻的义工老师们、家长们和邻友们欢聚一堂，共度中秋佳节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华诞，还有庆祝2024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圆满结营。感谢纽约总领事馆领导莅临现场关心及重视。接下来我们有请美国闽南同乡会、美国闽南同乡联合总会叶迪会长致辞，请大家掌声欢迎。感谢我们一个大才子，我们朱会长、蔡清华会长，还有一众我们的同仁，我们夏令营的同仁，还有很多义工，你们辛苦了。首先感谢你们，为了今天的这个花好月圆，大家的团聚，在背后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劳动跟奉献。你要住哪里？同乡会向大家表示感谢。然后今天会请代表，我们也祝贺我们伟大的祖国75周年华诞，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也就是说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富足，希望大家今天有个美好的回忆，有个美好的经历，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好，大家静一下好不好？哎，稍微静一点，因为这个麦不是太大，所以说有点吵，大家静一下哈，静一下啊。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叶迪会长的一席致辞。接下来我们有请蔡会长，因为这次活动，而且这个寻根之旅，我们在大陆哈，一听到寻根之旅，下面就是那个蔡会长啊，所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邀请北美华人华裔寻根协会的会长蔡清纳会长上台致辞。尊敬的邢领事、荣鼎领事、各位闽南乡亲、各位老师、家长们、营业们，大家下午好。好。今天真的是很开心，看到这么多的老乡，还有老师们、营员们，还有我们远道而来的我们的思明区侨联的我们的秘书长都来了，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寻根夏令营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今年我们大概是将近200人，有5个营，我们从有洛阳营，还有我们的福建的教育厅的营，还有我们台办的江苏营，还有又高营，还有我们的泉州营。我们的孩子应该都非常收获的满满哦，因为夏令营的确是让他们对祖国有更深的了解，对我们中华文化有更深的了解。我们家长跟营员们等一下会来分享他们的心得。今天还要有一点激动，我们要为我们的那个祖国75周年华诞献上我们的祝福，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我们的中国繁荣富强。那我们现在呢，就请我们的银元，我们的银元来为我们分享他们夏令营的心得。对，请上来。大家好，我叫朱立春，我今年17岁了，在准备去 Cornell 大学学电气工程。我这次和我两个弟弟参加厦门夏令营，玩得很开心，见到好多来自美国和中国的新朋友，去了好多新的地方。我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大家。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刚才这个帅哥啊是叫做朱立兄，感觉好像跟朱立是兄弟是不是？真的，我们朱家兄弟非常的厉害哈。你看他那个桌子，来，我们朱家兄弟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都起来一下。刚才朱立兄只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其实他们的话。这次参加夏令营也好，还有平常的做义工也好，都非常的正能量。好，可以坐下来了，可以坐下来了啊。等一下，争取要夺得状元啊。对，所以我们今天我这么说，今天其实我们有三喜，对吧？有三喜，不单是我们这个中秋佳节，还有我们的祖国75诞辰。还有就是我们寻根之旅的结影这个汇报，对吧？所以刚才那个朱立兄也跟大家说了一些感想。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邀请我们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秦玉林领事给大家证实，好不好？好，掌声热烈一点啊。蔡清岸会长、叶迪会长、郑雄副会长，还有朱立叶会长，咱们在座的各位闽南的父老乡亲们，各位夏令营的营员同学，还有家长，还有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跟荣平领事非常高兴受邀参加咱们的这个活动。那也可以看到，咱们这个活动主题非常丰富，有中秋，有国庆，然后还有咱们的寻根之旅夏令营的这个结营的仪式。那我想说呢，无论我们在座的各位父老乡亲走多远，到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我们跟祖籍国之间的这个感情呀，永远是连打不断的、割不断的。这个呢，是发自我们从我们的骨髓里面出来的这么一种感情。所以呢，我想中秋和国庆这两个节日呀，一个是关于和家人的团圆，一个呢是对祖国母亲的这个祝福和感恩。这两个节庆呢，其实都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今天呢，刚也是听到了咱们这个夏令营的这个同学的国内回来的一些这个感想和体会。其实我觉得呢，他的普通话已经是说的非常非常的标准了。但我也相信啊，如果说再多回几次中国，然后再多去几个国内的城市去参观，然后去访学，我回来之后呢，对于中国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和感受呀，肯定会更加的深刻，然后运用这个中文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的这个能力啊，也会越来越强。所以呢，我也是真诚的希望咱们这个寻根之旅的夏令营活动能够越办越好，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给我们在美国的、在纽约的这个广大的华裔青少年呀，更多去了解祖籍国的这个机会。那最后呢，也是在这个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代表总领馆祝在座的各位父老乡亲，祝你们的家人节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幸福，阖家团圆，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们总领馆哈，也是有两位嘉宾，另外一个是我们龙鼎，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龙鼎女士，对，好，谢谢。刚才我们说了那个
这个结义仪式。那这个结义仪式哈，我们这个因为有蔡会长的带领，还有我们家长的这个推荐，还有同学们的这个遵守纪律，还有这个各方面的一个配合。那家长今天我看到的很多都是很优秀的学生的家长。那今天我们这个也邀请到吴亦凡这个家长来作为这个代表，也给大家苏亦凡不好意思，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一个致辞，好不好？大家也掌声欢迎一下，还有大家最好不要有太多声音，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下午好。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哦，就两个月前我们还在这里开营，然后现在一转眼就两个月在这里结营了，真的很开心能够再次代表家长来这边发言。我觉得特别是那个蔡校长，他说哎，一凡啊，你们家参加的小孩最多，应该最具有代表性来讲话。我说 OK， 那我也不能推脱，所以再次来跟大家来见面这次哦。我从这一次就说我们家其实是第一次参加这次夏令营，我们家族当中有五位小孩就是参加了这次夏令营。从开始的他们就不愿意去了，到后来他们回来以后，他说哎，妈妈，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去。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刚开始小孩子真的他们就说，我一说是 camp， 然后他就觉得啊，可能是在国内那个天气又严了，然后呢他说喜欢蹲马桶，那个国内的可能那种设施他就觉得好像不怎么适应。但是呢他就觉得，我说哎，那岂不是很好，我说你在美国，我说你还没找在马路上找不到洗手间呢。他说哦，那也是哦。所以他小孩子呢其实经历过以后，他就觉得就开始就说那个就喜欢上。其实我们都是真的很感谢寻根夏令营创造机会给小孩回去经历祖国的那些文化，真的是很重要。我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北美寻根夏令营，也非常感谢这些老师的付出。在此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因为有你们真的很美丽。谢谢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我们那个苏亦凡哈，我跟你搞错，刚刚没有。OK， 不好意思。好，我想因为大家都等了很久了而且今天的后面的这个竞技啊也比较激烈哈。去年我参加了这个博饼的这个游戏因为我们应该来介绍一下，因为今年是第十一届非遗闽南博饼文化节。同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闽南的乡亲对这个博饼是最擅长，对吧？而且这个庆祝啊，我知道的就是在闽南当地，对不对？非常的这种的热烈，每家每户的好像到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争一把那种的感觉。挺好玩的。 anyway，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颁奖仪式，对吧？那有请蔡会长，好不好？还有我们的习女士，还有我们的吴女士，还有我们的叶会长，来一起上台，一起上台，谢谢。这个是颁奖给谁？好，我们有请义工老师，四位的义工老师。来叫到名字的快一点，好不好？快一点到台上来。还有孟琪老师来，还有张小松还有何明明何明明还在路上。 anyway， 然后我们到现场的老师请上台。一路老师辛苦，那没关系，来站这边来讲，站过来，然后自己站好。
几位老师，有的在德州，有的在加州，所以我们现在现场的只是我们纽约的老师。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义工老师哈，那个郑老师，你要不要来讲几句？没关系。我们的义工老师呢是非常的有爱心的，他们用自己的奉献、自己的假期，特意的来为我们做领队老师，让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安全的去，安全的回来。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义工老师团队的每一位。我们的 OK 好，那就这样吧。我现在那个佳佳上来给我们分享两句吧。去的时候中文是不太懂的，可是人家现在的中文可好了，你跟大家说几句吧。大家好啊，叫林世佳，今年是30，现在半年级的。今天我很开心参加这个的夏令营，在夏令营我学习爱就也更多的游戏，我很感谢老师给你我这个的机会，谢谢老师，谢谢大家。他特地从新泽西赶过来。你这次去开心不开心啊？开心。看他说很开心，而且英中文的话不会讲，到现在已经会讲得很棒了，对不对 ？Very good。好，谢谢。谢谢。然后现在对小孩子经常的话，刚刚开始的时候跟他说，哎，去中国去玩什么之类，他说，哎呀，我不敢去，因为不会讲中文。然后就跟他讲，没关系，到时候带你会学中文。后来慢慢的通过两个礼拜，完全改变了，对吧？好，谢谢啊，谢谢我们的老师，还有蔡会长，还有没有？我现在先讲一下博饼的那个叶会长，博饼的由来就不说了啊，没时间。我现在就先讲那个博饼的礼物。现在最小奖的哈，最小奖的是一袖，一袖呢是爆米花，这个爆米花很特别哦，都买断货的。那二举是我们韩国的甜梨的果汁，就是哈。那么再下来四镜，就是由我们的洗手液，还有三红，保温杯组跟那个有沐浴露。那再下来呢，对糖哦，是那个我们的毛毯，还有那个状元是16件套的那个餐具。状元它是可以追加的，最小的状元呢，就是说它有4个4，然后带2，就是带2个黑的。那个是状元，可是如果人家比你大呢，他可以把你追起来的，就是有5个一样的数字的，他就比你大了，你就要被取代掉了。然后再下来的呢，它是有
五个都是五个市，那就比你大了。所以那你状元是暂时的状元，他分分钟就是会被别人给抢了。最大的状元谁都抢不掉的，就是四个市再加两个一，那叫状元插金花。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几率是最小最小的，那你就可以中奖。那我们现在有电视机，最大奖的是电视机。那那个状元是餐具哈，还有那个月饼，就是这样子。那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大家就看着这个啊、哦。然后，稍微讲一下那个吴老师哦，我们每个桌子上都有，就是什么奖是。一秀就是一个四，二举就是两个四，哎，对这个。然后第三讲的是四个一样的，可是如果你带一个四或者带两个四，你又可以多一个奖。然后是三个四，再下来的一个是一二三四五六。那在上面就是刚才说的状元，这个图就可以停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每张桌子上面都有这张图，对，到时候就是按照这个图来，来对照一下，就知道中了哪个点哈，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每一桌的桌长，你们来认领，然后你来。好，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啊？都听明白了啊？然后现在我们有请每一张桌的桌长上来。来，桌长上来，我们总共有12个桌长，来都上来。没有，你们先上来，上来，站在这边，来，桌长，桌长，桌长，来，桌长先上来，这个先拿起来，先拿起来。来，桌长，还有总共12个，看一下，一个。还有一个呢，12，OK， 好，12个吧，哦 ，OK， 好，我跟你讲哈、哦，是这样子的，你们每一个人拉一个，啊，看一下 ，OK， 好，来，等一下。来，我们有请来，女士，还有那个叶会长，你过来，来看一下，来，站中间，来，叶会长过来 ，OK， 等一下，镜头，好，镜头，我们要搞得质感一点。真的，我们是纽约第一次这样。等一下，听我的，来这个给他弄过来一点，然后OK， 你其他人不要躲进来啊，因为我们今天12个桌长的任务非常重，等一下我们这个对吧，非常重。那我们今天请那个两位会长还有两位女士给我们啊，还有那个政权会长，然后给我们。开红，知道吧？开红哈，开门红，好不好？这个就吉祥如意啊！啊，来镜头 ，OK。我说一二三，你就放下去看一下自己是不是 very lucky 呢？OK， 我们第12届对吧？十一届 ，OK。第11届啊、这个非遗文化博品在纽约隆重举办，现在。开幕仪式开始，1、2、3，好，看前面，大家鼓掌，给他拍一下，好，合影拍了没有啊？你要进去吧。来，我不要。来，看前面，我们拍个合影，然后社会的那个桌长啊，看前面。哎，桌长看前面，你稍微斜一点，哎，然后镜头先给一下，这个是留下历史的镜头，第11届哈，在我们纽约千禧宴会厅隆重举办，对吧？好，然后每一位的
桌长拿过来，我们领取这个聚宝盆，好不好？然后各自的，可以拿了，哎，不是说要开彩呀、啊，要开光的，你知道吧？开光才会灵验啊！哎，好，把哥哥拉回去啊！好，然后你们，现在的权力就交给你们哥哥桌长了。你们现在桌长最大，桌长最大，所有就听桌长了、啊。但是等一下，礼物发礼物的时候不要争吵啊！然后走一圈看一下，来走一圈看一下，因为这个是。还有，等一下，如果有状元要报告上来了，因为状元要追加了，可以超过的。最后那个状元才是最大的，这个才有机会领到那个电视机的啊！啊，你们摇吧。从哪里开始？就从谁这边开吧。叶会长在哪里啊？叶立会长啊？叶立会长再来，我都没声音了。这里没有，如果有人带我去上面，就可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话，然后
在那个博物馆啊、看的东西。我们也去我们在这个葡萄啊，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在我的家门，我们去长城。我们一起去长城看啊、看啊、我们啊、跑步这个啊、长城。两个是。来，干嘛？只是拍状元这么一拍，哎，玩一会儿啊，给。这是什么？我看看啊。啊，那个洗手液是不是啊？对，打你了。我帮他打。大，他是基础方面的。OK。他大的。不好意思，他大的。
时代。我把我的机会给你吧，你要。再来一次。Yeah.
没有？拍了没有？十二位状元拍了没有？最大的92岁啊，最年轻的6岁，对不对？好，然后状元先发奖品好不好？先给状元发奖品，来，郑群老师一起帮忙一下，来，那个因为六件套的，来六件套的，来状元发奖品。六件套的那个瓷器很重，所以现在后面有五。没有，然后还有那个这个就给了老人家。对，这个放中间一下吧，放中间拍出来。哎，那么后面有5份，六件，还有6份在路上，我会给你们里面有资料，然后把你们寄给你们，或者是说你们来取都可以。就不用在这里抬回去了，那个后面是你们要抬回去，看看你们谁比较年轻的把它抬回去，后面有5件的，来，对，一人一箱，要不要先拉出来？来，先那个拍个照片。啊，后面有五箱，不要拆了，不要拆，外面有图案。外面有图案，一共是16件的餐具，不要再打开了。那等一下，现在要决算，先来决算。一人一箱，如果 OK， 你们谁认领了？你们谁要先在现场拿走的，举手一下。OK， 那你们拿走，没有拿走的可以寄到你们家登记。不是，你要寄一下。重，因为很重。你要记一下，谁拉走的，谁没拉走，要记一下。来，那个没有发走的，还有，请各位组长把这个碗啊要送回来，好不好？啊，把碗要送回来，放到前面来。来，我们这个碗明年再玩啊。不是，你不是拿这个，你是拿那个。那你要拿这个，你是现场拿走，那个是我寄给你们。大家都拿到了没有？大家都拿到了没有？你们的东西啊、哦。都拿到了对吧 ？OK， 好。没有拿表，明天我要教你们怎么登记。3轮的淘汰赛，我们12个，第一轮先去一半，好不好？留下6个，然后第二轮再留下3个，第3轮就是状元探花榜眼，好不好？所以说我们后面再3个再取决定哈。所以我们现在3轮。现在来这边先测一下，有请我们的12位来靠近一点。哎，1号先来，1号、2号、3号先来，来，我们按顺序来，1号来先来，先来，大家要记一下，大家要记一下，来记一下吧，好不好？然后镜头完，1号来，你先来。两个是，就2进，就2进了，2进对。然后二号来，你不管怎么样，你摔下去就好了，你东西叫人家拉一下。你状元旁边应该有保镖啊。那你没有，肌肉。3号，你要找表保镖、啊，应该可以走了，没有可以走，那怎样？坐位，没有了是吧？那没有，肌肉也是肌肉，没有了就丢出去就没有了。四号，那么已经七号，八号。哎呀，你的 number 很好啊，八就是
棒啊！来了！哎呀，没有！哎呀，九号，快吧！九号，来，小朋友，来，这个是对的，对啊，算是也是，一个是，一个是有机会，有机会，一个是，你顾虑一下，十号，来十号，跟昨天一样，过来。一个是十号，十一号，来，那个，没有了，哎，这个对了，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打个星号，你写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是白眼。反正没关系，第一轮你要保持。没有这回，你这个是入场券，入场券。没关系，入场嘛，没得。怎么？等一下，我们看。有。没有。啊，就没有了。你现在怎么样？给我。9号、10号，
进入总决赛，好不好？进入总决赛，没错。一号啊，九号啊，没有了。四号、六号，这个刚才这个多啊，这个已经，现在他们两个已经有了。我跟你讲，一二三四五，四个才选出一个来。选一个出来，所以现在这两个，这里还有一个。不是，没有，这里面原来一里面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然后因为你这个一就是一号，一号跟十号已经是没有，他现在是一个中间，这两个，要跟六号，他已经进入决赛了。这个
来，你也说一两句吧，说一两句。学习到你们这个寻根，今天等一下我从哪里听到？以前我不知道，所以感谢，也非常荣幸。你要不要采访？采访一下呗。啊，他刚才我们警壮也是第一次参加啊，也是第一次参加啊。好，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圆满结束了，好不好？谢谢大家，明年再见。好，谢谢。